哎，文俊，你当初为什么会加入弦乐社啊？就刚好有情就加入啦，不是啊，当然是希望可以增进情谊，交到更多可以一起玩音乐的朋友啊。哦，接下来就是由今年加入弦乐社的新鲜人所带来的《Arrival of the Queen of Sheba》。还有什么 King of Sheba？我们要拉狮子王吗？不是啦，这首曲子是选自韩德尔的神剧《所罗门》，描述施巴女王听到所罗门王的智慧后，来到耶路撒冷一探究竟的情形。曲风受到当时欧洲工业化革命开始使用机械的影响，可以听到类似机械快速转动的节奏感哦。整首曲子有大量的快速音群，节奏很少有休息的感觉，快速又不断反复着同一个节奏。接着，就让我们一起欢迎由新生团带来的演出吧。Thank you.